我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你买棺材知唔知订啊？买棺材不如买骨灰庵。你睇咗陈晓蕾嘅《死在香港》未啊？香港人，你睇咗门小蕾未啊？香港人，你睇咗英树蕾未啊？正所谓名不该传，我哋唔会喺度坐以待毙嘅，我哋继续发声，电光独龙尊，反共救地球，贱命一条，你同我斗。刘西良，千祈唔好走数啊！周博贤，你记得铺头啊！探长，你记住准时到啊！如果唔系，夺你狗命啊！夺命捞数，笑先得噶。我系独男，我系独女。逢星期五晚6点至8点，港云好书奇书漫画书，同你八尽交事时事无聊事。独男独女，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喂，做咩系唔管噶？三不管是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的地方，喜欢噏乜就噏乜。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星期六4至6，三不管，我刘世良，我邝荣轩，城寨见。
Hey, 大家好，黄伟文一家之言翻嚟第二部分啦。大陆嘅打贪啊，仍然都雷厉风行。香港好多就话啊，我哋依家零售面临一个寒冬季节，咁咧就系基于旧年我哋有人占中咁。喂，其实点解你唔敢讲核心问题咧？点解咁？冇咗啲陰質錢落嚟香港買百幾萬一個錶，買百幾萬一條鏈嘴，係因為打貪啊嘛。其實你心知肚明嘅，啲零售商心知肚明嘅。我行銅鑼灣，突然間有個啊，有次有個珠寶店門口嘅經理認得我把聲，因為我喺旁邊望緊啊，我自己做啲咁嘅買唔起，但係中意睇嘅啲錶啊、啲首飾啊嗰啲咧，我望下啲鏈嘴，哇百幾萬，哇嗰度有百幾萬，好似唔係錢咁，百幾萬、百幾萬嗰度咁樣講緊，講緊嘅時候，突然間有人走出嚟，啊把聲咁熟嘅，啊你係黃師傅啊咁，我話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我聽你嘅節目啊，哦多謝多謝，咁已經好尷尬想走㗎啦嘛，咁但係冇理由即刻出嚟，我即刻走㗎嘛，咁啊好威好猥瑣係咪？咁我又。咁問兩句啦，點啊生意好嘛？咁我都係，喂呢啲真係好應酬啊，大佬。咁但係佢聽到之後就話：，哎，一直都唔好啦。佢話今年其實點會好啊？因為打貪，其實一般人都唔會落嚟食，同澳門一樣，其實好鬼簡單嘅邏輯啫嘛。你唔會再招搖啊嘛。你總要嚟香港嘅珠寶店買個百二萬嘅玉嘴啊，送禮咯。點解要送禮啊？有需要咯。里面的风俗是这样的礼，所谓的国内官场的礼是这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喂个个胆贪，你突然间还这样去，你送未必给你的，你送未必敢收的。第二就是说你不送，送之间都可能出了问题，哎你不要招摇就算了。那这班人没了嘛，没了这班人自由零售那些本来膨胀开的，突然间惨了，因为租金还要挂得这么高。你想想，一间重庆大厦门口的药材铺是100万一个月租金。你只想想他没办法，的药材铺不呃人的，其实是。不是怎么赚到个租金，一个月100万都没计其他的人工啊、灯油火蜡。你怎么拿租金回来？所以见到啲新闻的时候很奇怪地，真的埋没良心啊，买樽黑鬼油收人28000那些呢，买两樽56000，56000黑鬼油。喂，但係佢真係覺得個量，佢睇唔到個點咯，280.00咁，冇咗個點，咪五個數位，五個數位28000咯，賣兩支咪56000咯，咪碌卡咯，係咪一大堆貨物搏你唔覺咯，飛翻去金縮嘅時候，你唔通咪換啊？佢哋都係咁，全部呃騙騙，點解咧？係成個已經扭曲咗正常嘅商業運作。咁而點解會養得起班人呢？陰質錢多，點解陰質錢多呢？因為有權就有錢，有錢可以買權，買權之後就更加賺到更多錢啊！由少少一個鄉縣嘅體育老師啊，一個小學老師，佢都用180000廿幾萬嚟買個先入得去嘅。但入得去點攞翻翻啊？揾到嘅老師係咪啊？教師節啊要夾，過年又要夾，過節啊要夾，中秋要夾，重陽要夾，揾個班長 Alphys 幫我收咪得咯。喂，冬蟲草都要掛。老師成日咁講嘢，係咪先啦？氣都冇啦，大佬，你唔整翻半斤冬蟲草？咁冬蟲草都咁貴嘢，冇理由喺香，冇理由喺大陸買啊！咁咪梗係揾個人翻落嚟香港買嘅時候，又帶水貨，咁又有水貨嘅運作嚟啦。嗱，成個運作係咁嚟，但係由於打貪，見到好多地啊，不斷都落緊馬嚇、啊，軍方已經去到咩啊？上屆政府最第一位嘅軍方就叫胡錦濤，第二位嘅係邊個？習近平。第三位已經郭伯雄，第四位已經徐才厚，咁依個兩個三四位已經落咗台，即係話軍方已經去到最頂尖嗰啲人啊，都已經要落緊馬。咁軍方係點啊？買翻嚟，將軍有將軍買，係咪啊？上將有上將買，上教上教買，買嚟做咩啊？買嚟又有另外錢啦。軍部控制嗰啲地方啊，軍制控制嗰啲啊土地啊啊。建築物啊，某啲行業啊，某啲特權有軍部個名，可能賺另一啲錢，係啦，嗱呢個咁嘅網型結構，一步一步咁樣，成個中共政府已經係咁樣嘅方式運行咗好多年。簡單地，你可以個分類法就係1989、1984之後，江澤民作為地方諸侯，
進京開始，佢講嘅悶聲發大財，即係話，不如我哋有錢嘅人，我哋有權嘅人分咗啲錢佢。嗰啲咩錢啊？係改革開放帶嚟經濟初成成果嘅錢。因為呢個步驟本來係經濟改革之後要政治改革嚟啊，嚟保護經濟改革。咁政治改革完成之後，就再去文化改革。咁大陸人先可以同世界接軌，一個文明接軌嘅過程係要咁樣。但係經過胡耀邦同趙紫陽兩屆總書記嘅遭遇之後，江澤民一個啊靈活機巧、冇政治抱負同信念嘅人，覺得你唔好搞啦，我仲跟住行嗰條路。胡耀邦行一個撲一個，自主行一個撲一個，喂佢兩個已經係鄧小平三頭馬式嘅兩隻臂膊嚟噶咯喎，咁樣都尚且啊不得好死，喂我仲要行呢條路，你唔搞我啦，不如各大山頭我哋分咗啲錢佢啦，因此以權就涉國，開始分咗個錢，而分錢嘅過程造成開始，依家點解太子黨紅色血系對呢個所謂嘅啊？官二代咁不滿就係話你分大份，我分小份啊！依家就好似啲爭產遊戲咁啊，大家兩房分啊，分得不均啊，知唔知啊？另一房非常怨憤啊！你見到容記新聞嘛？你見到福臨門新聞嘛？你見到各式各樣嘅豪門爭產嘛？係嘛？點解怨憤咯？分咁多都唔夠，我唔係夠唔夠，我覺得你唔公道啊嘛，係嘛？我哋嘅父辈喺井冈山跟毛主席打江山，系嘛？经历过几多运动，下过乡吃过苦，系嘛？二万五千里长征，死几多人？喂，江山系我哋打翻嚟，但系分最多份系你哋，因此佢咬住佢哋唔放。嗱，呢个系利益之争，呢个系涉国分赃不均之争。喺呢个背景之下，因此佢要打贪腐，因为贪腐最好用嘅。你見到所有案件，你查翻呢三年嚟，所有案件係乜嘢啊？與權謀私係咪啊？大量金錢，有啲數都數唔到，隨財後用噸計，因為清算啦，費事幫你數啊，大佬，因為全屋下邊個地基原來係用人民幣築成嘅，係嘛？再跟住搜到嘅所謂嘅各式貴重珠寶、財物、古董、古玩啊，直逼和珅啊！喺咁嘅情況之下，郭伯雄各式各樣都啊好多好多嘅時候。開始大家風聲鶴唳啦，系派一支系一支系統一支糾纏，跟此咪慢慢就唔落嚟，攣一攣鋒芒先啦。所以成個大陸基本上官場係停頓嘅。點解停頓呢？田北俊嗰次都講得好清晰，以前佢哋知道有個規矩嘅，係咪啊？佢哋廠商，佢哋香港做生意嘅人上大陸，佢給予你好處，你給予我方便。嗱，佢又講得好似好好聽咁，其實咪簡簡單單啲，咪腐爛咯，你咪行賄咯，佢哋咪貪污咯，跟住咪跳過曬啲所謂嘅條例咯，跟住咪去翻以前香港，即係咪有 ICAC 前嗰種咯，去邊度揾邊個，邊個還頭邊個，咪四大探長啊，跟住去搭咩啊公司上面嘅方便，咪揾一個適當嘅人嚟收租，收完租之後佢再分翻出去，咪嗰類咁嘅所謂江湖嘅潛規則咯。但係依家潛規則唔用得，點解啊？開始拉啦，打貪腐啦。我俾錢以往諗住我做某樣嘢就俾 Alphas， 我俾個十億啊，冇十億咁多啦嚇，當俾兩千萬咁 ，Alphas 咁收咗比較方便，我攞個批文。喂，本來咁運作持之以恆，到依家 Alphas 唔敢收。我點知依鋪點噶？鋪鋪得，個個都得，到我呢家唔得，咁點算啊？咁唔好咯。但係問題佢又唔可以批喎，因為以往咁多年以嚟，佢批我就一定收咗兩千萬嘅。今日佢就咁批我而冇收錢，咦？啲同事當佢收噶咯喎。咁 Alphas 覺得我咪好唔抵，我冇收你當我收噶，我收我又唔敢，冇收你當我收我就委屈喎。喺咁嘅情況之後點好呢？咁就做唔批啦，係嘛？咁做官僚好簡單嘅啫，依樣嘢個個都識㗎啦。你將啲文件擺個 tray 度咧，係嘛？全部都 in tray 唔落 out tray 得㗎啦。其實好好望一望，研究研究，討論下環保條例。我哋政策有變，跟住唔知乜做官僚拖延咧就好容易嘅啫。其實個個都識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咪拖住落去咯。咁最近你見到有大消息出現啦，就因為。中紀委已經開始找到上海
首虎啊，我哋咩叫首虎啊？第一隻老虎落馬。幾日之後，北京市嘅第一隻老虎都落馬。嗱，你唔好睇少呢啲好似例牌新聞。2012年開始上場，啊，習近平要利用黃岐山呢支尚方寶劍，啊，作為打貪腐，而佢自己成日講嘅，啊，開弓沒有回頭箭，個意思就係話，既然喺薄熙來事件裏邊，喺上屆政府個政治局九位常委，佢作為第九位，兩邊一個贊成整治，一個就反對整治。温家寶用自己作為當時現屆總理嘅辛巴性命壓落去，一定要拖薄熙來落馬。而當時嘅政治局常委有一半認為唔碰得嘅呢啲。呢，這個時候習近平成為第九位，啊，四對四嘅情況之下，佢就係屬於關鍵最後一票。呢一票佢壓落咗温家寶、胡錦濤呢邊，即係要整治，啊，重慶，整治重慶呢，這個就佢就成日講啦，開弓沒有回頭箭啊！呢條不歸路嚟，直至到贏為止，輸就家破人亡，成個系統冇噶啦。所以黃岐山一而再、再而三話打貪腐，我哋只能夠贏，因為我哋輸唔起。係啊，輸唔起，再輸一個反撲就唔得了。但係三年以來先至攻陷上海同北京。大家想一想，北京是政治中心，是首都，利益最多、权力最强的地方。上海是中国第一金融重镇，握住整个长三角，啊，珠三角的重镇在香港，长三角的重镇在上海。这个就是掌握整个三角洲 Delta 里面的码头、航运、渔获、土地丰富和对外开放的所有优点，即是说最多游水的地方，一个黄埔江、一个码头已经是最多游水，这个基本上你见到啲黑社会就明白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直都攻不入，为什么？因为那是最近利益最近最多的地方，原來攻不入，因為那是結構性的貪污，結構性的互相包庇。你不是只拉過 Alphys 帶出了上上下下平衡橫支的網絡出來，而上海的所有的貪腐人物背後都有個代理人，他是代理人，應該說背後有個主子勢力，就在北京中南海，而北京中南海的整個官場的勢力結構就集中在政治局，而政治局裏面所有的權力依據就在那七位常委上面，即是去到自己身邊點打。我經常說中國歷史裏面任何皇帝都希望吏治清明，都希望要打腐化，因為腐化最後令到針對就是他自己的王朝。腐化是腐蝕，腐蝕啲乜嘢啊？腐蝕佢個政府咯。政府係邊個噶？係佢嘅。所以任何執政嘅人都要打貪腐，啊，雍正要打貪腐，蔣介石要打貪腐，但係打唔到，點解？雍正打到最後係咩人嚟嘅咧？佢嘅仔、佢嘅舅父、佢嘅外父、佢嘅啊眾臣嘅細佬，係啦，全部都係呢啲人。簡單地講，你打貪腐打身邊人，蔣介石打貪腐用自己的仔嚟打最信任，因為其他人唔信得過噶啦。用蔣經國打，打到最後去到邊度？去到宋子文度。宋子文係邊個？去到孔祥熙啊！孔祥熙又係邊個？孔祥熙係宋美齡嘅姐夫，宋子文係宋美齡嘅細佬。係啦，點打？點樣打？即係你騷擾緊宋美齡。宋美龄，你骚扰宋美龄，宋美龄一定会骚扰佢老公，叫做蒋介石。咁蒋介石只能够停手，就叫个仔唔好打，亦造成咗后来几十年蒋经国同宋美龄嘅嫌隙。所以蒋介石一死，宋美龄就用呢个治病为由，即刻要离开台湾，从此长居呢个美国 Long Island。佢原因系边度？就系话大家都知道，用美国培植嘅政府必然贪腐，唔系净系伊朗巴里维王朝系咁样。但是问题是打贪腐是难，但是问题是最近终于攻入了一个缺口了，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我想习近平和黄岐山面对的一个面命题就是全党都贪腐，不是哪一个的问题。你由地方，啊，由一个市，由一个县，由乡下打起，啊，打到一个部级干部，一年打几个，
跟住打到落一个重点核心人物啦，核心情况啦，去到中南海，去到政治局，去到常委身边里面啦，所以官员不断地死亡啦，係咪？澳门嘅关长要喺公厕自杀啦，跟住上面北京嘅官员抹枪跌咗落楼啦，係咪？一个扣一个，一个扣一个，有系统性地自杀意外，各式样种度死亡。点解？因为辣到落去边嗰种层层扣扣里面，因为真正嘅结构在上海，在北京。而令到全國發動的貪腐，簡單地講，就在共產黨度，即係話中共政府已經要面臨到個問題，共產黨已經全面貪腐，共產黨冇路走。當年1979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掌握實權，佢發覺共產主義冇路行喎，大鑊飯，人民公社唔掂噶啦，其實已經。當時一個180度反共走向市場，呢個黨內最大走資派完全回應咗當年毛澤東對佢嘅判斷，呢個根本就一個走資派，一個大右派，所以佢覺得冇路行，佢即刻就擰轉彎180度。呢個我哋讀易經嚟講，嗰個叫做剪卦嘅一擰轉嘅剪卦，本來係水山剪，一擰轉佢咪雷水解咯。離開險難，將個180度，我哋揸車嘅人揸入個骨頭行，咦，骨頭嘅咁點算啊 ？U turn 啦，仲講咁多，係啦，鄧小平 U turn， 因為佢面對經濟裏邊已經民不聊生，冇辦法再行共產主義，冇辦法再行人民公社，冇辦法再養起當時個10億人口，大家都問你攞30蚊、36，做咗36，唔做咗36，全部國企，大家冇人為人民服務。人人都提不起積極性，呢個時候佢要走向市場，摸著石頭過河。個石頭係咩石頭？香港79年收翻香港，麥理浩秘密訪京，1982年安排戴卓爾夫人會談，中英會談開始，交還香港三頭馬車，以香港作為指路明燈，作為喺佢摸住石頭過河嘅嗰個石頭，係啦。在黑暗之中，用香港的經驗和人才，用融資的能力幫助改革開放。但是問題，1989年六四改變整個國策，因為政治改革沒辦法推行。今天的問題，這個燙手山芋去到執權的人上面，權力越大，責任越大，這個就是相對的。一陰一陽之為道，沒有優點，有優點就有缺點，沒有完全優點。因此其實你見到，即係話習近平見到自己成個中國共產黨由黨帶住嘅政府一黨專政，似乎前無去路。鄧小平可以反共走向市場，究竟習近平喺政治上邊有冇路走？用唔用到鄧小平嘅方法做一個大 U turn， 走翻去中華民國嘅路裏邊？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冇根嘅。冇歷史嘅承傳，冇歷史嘅根，冇文化上面個承接嘅。但係中華民國係有嘅，中華民國又因為推翻滿清，當時書生建立民國係承住依個千年嘅傳統，由清朝過渡到民國，再推行佢哋嘅三民主義。你話壯志未酬，所以失咗中原，但係問題個承傳有嘅。中華民國一直冇一日停頓過嘅，而1911年開始，10月10日開始，一直係運行緊嘅有效嘅承傳自中國歷史同文化嘅有效政權。所以你可以咁睇，推翻滿清成立個政權。如果當你共產黨冇路行嘅時候，究竟係咪習近平急於要見馬英九嘅原因？如果將中國嘅一黨專政轉做台灣中華民國的形式，繼續承接住整個中國4000年歷史的方式嚟進行，是不是一條生路？我哋睇下點解一定要解釋到習近平點解喺依個時候呢、這個咁嘅四面楚歌、全國敵人的時候，要抽空嚟俾馬英九作為佢個總結他一生政治生涯在歷史裏面留下一個名分的會面。如果沒有對習近平無益，這個不會有習馬會。好，時間差不多，休息一會回來最後一部分的王偉文一家之言。